我买下来了。哇！然后现在这小磁带小动态啊，非常的活跃，非常的灵活啊。你看又快悠了啊，你看在上面悠了，你看着啊，你看又悠上了啊，自己悠自己啊，哈，悠，哎，再悠，慢慢的啊，非常的可爱哈、啊。感谢雪碧可乐勤奋支持，感谢家们的人气啊，感谢冰木宝妈妈，感谢木宝妈妈的人气支持。家们再来个三二一，助力点赞，人手300点赞，走一波，三二一点赞，开始家们助力点赞30秒钟，感谢所有家们。8点到9点直播间人气助力打榜，能飞人票的飞人气票，一张人票不嫌少，能走支持的走支持。感谢于大宝520人气票，感谢于大宝支持。感谢作家们人气助力，感谢家们的人气票，能走人票的走人气票，谢作家们一张人票不嫌少，100张人气票不嫌多。玩老带劲了是吧？你看，在上面自己悠自己啊，爱撒娇，爱卖萌，长相啊清秀。点点呢，他起名字叫点点呢，就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体重啊跟体重有关，因为点点出生的时候只有90多克，不到100克，相当于还没有2个鸡蛋的重量大呢。然后呢，他是作为当年出生的大班长啊，也就是手背出生的，后面出生的所有的这个熊猫仔仔的弟弟妹妹呢，比他的体重都要重，所以呢，从他体重来说，给他起名叫点点。然后呢，2018年的时候呢，2015年8月份的时候呢，出生了庆小，庆小呢也叫点点。为了区分呢，咱们现在看见点点跟咱们庆小呢，就在咱们的点点上面呢加了一个花字。花字是怎么来的？花字是因为他的妈妈是英华，被大家称之为是花妈妈。然后呢，他是端午一枝花，也有个花字，所以就在他的前面加了一个花啊，叫花点点。实际上的呼名是叫点点。点亮灯牌，8点到9点直播间人气助力打榜的关键时刻，能飞人票的飞人气票，谢作家们。你看时而呢脱兔般的玩耍啊，是啊。喜欢点点的没有点亮关注的，咱们点亮宝贵的关注；没有点亮灯牌的，点亮宝贵的灯牌。8点到9点直播间人气。没有飞人气票的家们，人气助力，人气支持，咱们走一走，走一波。喜欢国宝大熊猫的，能走关注的走关注，能走支持的走支持，能走助力的走助力。玩的是异常的活跃，异常的 happy 啊！哎呀妈，球都掉了。我第二球上啊！哎呀！家们能走关注的走关注，能走支持的走支持，喜欢点点的咱们关注走一走，谢谢家们。喜欢国宝大熊猫的，喜欢看黑白团子的，咱们关注走起来。家拽着红球一路走啊！别着急，哎，六个号崩了，看红球啥时候掉啊？感谢所有家们的人气票，8点到9点直播间人气助力大榜的关键时刻，家们能走人气票。感谢小猪星支持，感谢所有家们支持和助力。哎呀，球掉了，球掉了啊！哎呀，球掉了，哎，球没了，哦，这回阵阵球没了。